Kmart， 它的地下室礼拜四晚上的五点会变成夜市，大家可以看。然后就会卖很多的小吃。然后比我预想的还要多人。那摊位蛮多种选择的，就是也蛮多洋人开的店跟亚洲人开的店都有，然后买完东西就可以在这边有很多的空位可以坐在这边吃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应该就是会买东西就坐在这边吃吧，很多的店，然后有这边卖冰淇淋的。我觉得这边的话就是吃的比较多，它没有像台湾可能会有一些玩游戏的一些摊贩。其实我很久没逛夜市了，然后就看看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卖烤鸡翅跟一些鸡腿，然后炒冬粉吧。然后这边有卖那个叉烧包跟烧麦。熟悉的中文字，它是卖酸辣粉，然后担担面啊、炸酱面、牛肉面。它连日本的也有，就是日本的串烤。然后这个应该就是鸡蛋仔。我刚才点了一个鸡肉串，是鸡肉串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觉得它鸡肉串比较油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它调味很简单，就是一点点胡椒的味道，我觉得很好吃，还不错吃。然后我刚刚点了一个这个，我点了一份 Miss Combo， 就是它有就是羊排跟 Chicken， 然后还有一些饭吧跟 Pasta。英语小教室上课咯，各位 ，Madness Mixed Combo。疯狂混合组合 Barbecue NZ Lamb Chop BBQ 纽西兰羊排 Teriyaki Chicken 照烧鸡肉片 Steamed Rice 米饭 Pasta 空心粉 Fresh Cabbage 新鲜高丽菜，这样大家都会了吗？下课咯，我们下次见。点了一个那个章鱼烧，他说是海老的章鱼烧，虾子的，然后点了一个羊排跟鸡肉混合的一个套餐，然后跟炸虾，然后炸虾五只是7块纽币，然后四颗那个章鱼烧是6块。120块四颗，有点小贵。然后试试看好不好吃。它里面是一整只虾子，超大只的。看那个酱好像。好烫。一整只虾子。Them to bring her in. Oh, absolutely. That's what he is doing.
然后他的那个意大利面，应该是叫什么面？我喜欢通心面。他的通心面是冷的，然后加那个美乃滋。所以他这边是通心面嘛，然后跟高丽菜凉拌的，然后这边又是鸡肉跟羊排，超多的肉，然后底下它还有就是白饭，这餐是15块，我觉得算 OK 的，它蛮大份，然后肉很多，试试看它饭如何。他的饭有点烂，就是没有粒粒分明的感觉，我觉得还好。然后是他的羊排。稍微很重，还好，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有一点点。Thank you.
那个，疑惑，问号。